在剧中，陈杰这个人，他感情世界挺简单的一个人，因为他爱上了娜姐，他是有一点迷恋的。开始我们就是情侣，但我跟 Bosco 就很好，因为我们就是一 action 就我们就已经有那个感情。因为我跟 Bosco 合作了三部，这次是第三部嘛，太熟了我跟他，所以拍的时候就没有尴尬。